现在为我们生活提供便利的同时，带来的安全隐患也一直困扰着我们。中国每年就有超过8000人因触电丢掉性命，而插座是大部分触电事故的元凶。全球顶级科学家都攻克不了这一世纪难题，但我们优秀的国家从来都不缺乏天才。这个难题最后竟被一位大学都没读毕业的成都人解决了。周刚年幼时有过一次惊险的触电经历，此后他便对电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由于对电的痴迷热爱，念书念到大一的周刚毅然休学回家潜心研究。功夫不负苦心人，年仅21岁的周刚就发明出了第一个防水绝缘插座。生活中的灵感是上天给你改变命运的契机，而从灵感到现实，则需要你沉下心来，用双手去创造。周刚并没有因为这次的成功停下继续探索的脚步，随后他又继续在这方面深入研究。经过10年的不懈努力，31岁的周刚终于造出了堪称完美的第3代防水绝缘插座。凭借惊人的技术水准，这款插座斩获了7项国际专利，一亮相便震惊了许多业界专家。那这款插座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呢？众所周知，水能导电，所以千万不能用沾了水的手去拔插座。而周刚的插座根本不用担心这个问题，即便是完全把它浸泡在水里，也不会漏电。更让人不敢相信的是，甚至我们徒手拿着导电材料插进插孔里，也绝不会触电。这款插座不仅防水，还解决了传统插座漏电、短路等安全难题。即使疏忽碰电，不当操作也不会出现安全用电事故。有专家评价，周刚的防水绝缘插座技术将推动电器设备进入一个革命性的新时代。目前无论国内的公牛还是德国的 ABB 公司，他们最先进的产品都无法做到这点。因此日本一家企业开价2亿元想买断这项专利，但遭到了周刚的拒绝。周刚的防水绝缘插座预计今年投产上市，相信这款不怕水的插座会大大降低触电事故的发生，让我们的用电安全更有保障。您觉得呢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探讨。